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丽。这个车吗？没有，要换车。我们现在去玩枪击战。Yeah, you will go with your own car behind our car. Yeah, and you will go. 我们现在出发。今天我们选的娱乐项目是枪击战，对吗？枪击战，对。然后我们跟着前面这辆车。这是棒棒的车，我看到几个年轻小伙子。对，待会儿我们第一次玩，待会儿被他们给翻译一下投降怎么说。我不会，你赶紧，你待会儿还是再来一句，还是 Hello Tommy， Hello Tommy， 赶紧跟他讲，我们如果喊投降要怎么喊，不至于吧？翻译一下，我看他们好像是玩这个玩得很厉害的人。我们是 first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让着我们点嘛，你看都是年轻人，我觉得这十五六岁的那一批待会儿别灭了，我估计身上没有一寸地是没有颜色的。我们好像到目的地了啊，开错了，应该是吧？不至于吧？看来呀，他们还会开错车啊？你们手指一下就能知道说什么是吗？对了吗？他们自己主办方不知道路啊。这几个都是去打仗的，又开错了呀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这几个小孩子就是过来帮我们当枪靶子。信不信主办方？刚开了20分钟的目的地还没开到，他们是要带我们去哪个深山老林里面玩这个枪击战呀？对吧？我还今天穿了个短裤，但我会被冻死在。深山老林已经18度了，啊，度数已经垂直下降了。待会我们直接在那抖两下，就直接被枪击了，就直接腿上了。哎呀，太吓！我们真的是到了山顶了，有点吓人。山顶玩的像山脚的。对，有点山顶山脚，有点吓人。这好像他们还没有要停的意思。好，感觉离目的地还很遥远的意思。哇，好漂亮啊，羊！哇，把他们的毛剃剃掉可以。哇，小山羊，羊毛衫来姐姐。哇，我们拍照可不好吗？你看，哇哦，这个，我感觉到天堂哎，天堂，山顶了吗？天堂，真是。毛羊，无语的。下雨照我就能照开场。哎呀，我在想，我们是要到哪里去玩这个枪击战呀？这又错了，我觉得这人是第一次来吗？哦，开车的人第一次。还好我们也跟得这么紧，不然这个就冲进去了。带着网友们看这边的山，这边的山是不是觉得很漂亮？这帮山水漂亮啊！又开错路了是吗？他们是搞笑的吗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我就想他们是不知道是故意的吗？我的车不小好吗？他们是不知道路吗？他想把我们甩掉。他们不知道我们开的是九座的大巴车吗？还好你倒车技术强，不然的话，这车也到山底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。过分来，Nice look for the mountains. Yeah, nice, nice. 他们真的好年轻啊！你问一下他们多大？我们不会，你跟他讲。我是最 young 的。你跟他讲。哪是最 young 的？你跟他讲，我们第一次玩，这些真的好年轻，而且个个都很帅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穿的。他们比你帅多了，而且我说下午说一直说得很帅的那男孩子也在，我要跟他一对。你跟他讲，我要跟他们一对，我不要跟你一对。好，我一个队，你们全。对对对，我不要跟你一对，我要跟这些小帅哥一个队。哇，这个狗好大！这是小林诺。我要看他们怎么样。哦，要拍狗。怕狗。你怕狗还是拍狗？
跟老公习惯了，还有高度。你说我小。Guys, when you take photos and stuff, come behind me. Yeah. We'll sit in the house and wait. One of you, go behind them guys. 握我一下。That's what. 他喜欢跟你玩。Those were the Germans. I don't know. 觉得他让我们填这个表格是因为怕我们生死账，生死账吗？是的。他说一概受伤的咋地咋地，他说一概不负责，你们自己那个。你确定吗？确定是这样子吗？是的。搞得好严肃啊，这个战争还要填表格，还要把我们的家地址，对啊，都写上。如果不行，把你送回去。谢谢。太吓人了，这我们队只有四个小伙子嘛。你说这两个小男孩认识的是吗？是的。你顺便问一下他们讲不讲意大利语？ Oh, you have it. Yeah. Nick?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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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他们好像提供服装。狗还是比较喜欢我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狗好像很捏你。还是他的毛会掉啊？他好像很捏你。看，我们要换服装。你要多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裤子给你太长，你看人家多高。我可以直接放进去。算了，请防弹，套不进去啊。太小地方。这也是。好，你套一下。但我会不会给你太长？这还带上套上外套啊？不了。对，我觉得要脱外套的。你是不是裤子脱掉？我裤子脱掉。对呀、啊。你看他们谁有脱裤子的吧？你看人家都脱衣服了。我看我左边这个男孩子。有些人。怎么那么恶心？是，够了。来转一下。囚犯。他解释的是英文。对，让他中文不讲。我们还要。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说，我又有问题问不出来。You try up there. Now it's locked. Where is it here? It's unlocked.我们要扣上这个，因为我们怕疼。你咋说不怕把胸打到了呢？我们打就打胸。护垫。他已经护啊，早护完了。对啊。你问他要不要一起抬个就给他一个 photo 来的。等他们站呢，一起抬拍张照片。你车停这里是进不了的。我们是要进森林里面啊。我感觉我们穿的是劳改犯的衣服。我们是带我们去劳改犯嘛，这些去的是囚犯上去的是吧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爬山？爬山在深山林里啊，这样子打的就是在山上打的，这样子有点恐怖哎。没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我妹穿的像牢房衣服一样，都是牢房。哎，他已经在上面了。废话，他们的车地一样。好像很有那种感觉，好像很有那种感觉。这个场地好大。在这个圈子里玩了。对啊，在圈里。这边要攻击那边，那边要攻击这边。问题他，哎呀，躲的地方。我们两个是哪一队？不是，他躲的地方就一块板啊，没有那个树啊，没有藏身之地的那种啊，不是应该有很多挡的障碍物吗？那是在室内，在这是有野外了，好吗？哎呀，我不会。不是弱势的，我们这个，因为他们一看年轻人就要一队的，就把我们六个给分出来了。你要 one team， 他们打我们打他，打得多的。我们是小孩，这个我们这那个弱势的都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不用摸，他那摸你。我觉得我们死得很快。
靠我们就靠我两个了，你们四个就算了。嗯，对，我感觉这个枪打出来会很痛，被打到的话会很痛，怎么办？那我们怎么打？就关他们打他们身上，然后呢？怎么算赢呢？我跟你讲，超疼！我是没特别中过，没我手打一枪，腿打一枪，痛死我了，我都要叫出来了。走了，你为什么？你不要走那么快。你过来，我掩护你。我觉得对方那些人都没出来。我不能拍上面。我不知道中枪要出来的。中枪当然出来了。在打仗，你中枪了，他躺在那了，你不出来，在那等，过来让人灭，把他子弹拿那吊住了。我跟你讲，超疼，他那个手臂一枪。这个有中吗？我没有。这个躲得远远的，没被中。这个有一个，这个是女的，她被打到，我是会躲在这里最前面，她打到绑缠到我头上一面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这个小男孩被打得好痛，没有，主要他一群人进攻，你知道吗？左右都躲不了，左右都躲不了，我也是。我们是坏人，这小男孩被他打得好痛。明明已经投降了，这真的可以的。哇，这小男孩脖子被打了，我这个手臂被打一刀很痛，然后我的大腿。你是四肢都被给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明天我觉得我的手会肿起来。他那个打过来真的很痛，我这里也有。你有没有被打过？没啊，你来给我中一枪呗。痛，这个下次如果打这种子弹就不要玩了。那对不起，我去意大利了，到时候还是玩这个。我们到时候组织，我们一帮人组织玩。这个太痛了。我带头。我已经有经验了。哇，这小男孩被他打得好受伤，太可怜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！哇 ，Because it's near. Yeah, how far? 这个小男孩真的是很受伤，很受伤的打的。我也被枪了，很痛的，真的。It's not a real bullet. 这小男孩太可怜了。这个，怪不得让我们签那个生死状。我觉得这个打了受伤，他一概不负责。对啊，这是你们要的，这个也出来了。这个会受大伤啊。